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说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观金鱼，感古无古不成金。有当着啊，咱要教囝儿是一个早前的历史。你讲清朝时代也无报纸，也无新闻节目，要安怎去了解？其中一项就是读汉诗。有真侪诗人来到台湾，看到社会变迁，写作诗句。你想讲清朝道光二十九年来到台湾府、台南府城咧做儒学教导这个官，老家庙先生一谈台湾，写足济一首一首拢七字四句的海韵诗，爱唔免干那写诗，伊家己另外阁注解。其中一首诗句咧讲：五虎中牙舞妖来，秋风闭坐静无待，惊心昨夜西林曲，江上明珠去不怀。按怎样解说？老家庙先生伊家己说明，讲五虎中牙，就是讲有真济遐做兵啊人，领到月给了放钱予艰苦人。放钱安怎放？我甲你借一百啦。今仔日25块，明仔载25块，利息安尼就足重安尼放重来呢。唔呐，我今日有拿，明仔载有拿，到后日。我卖菜都等到风台也无人出来买啊，五块敢唔当互我欠？不但袂使互你欠啦，连昨早日所拿的拢拍赌气，拢无准算，拢付掉，安尼叫做放五虎哩。老家庙的主解讲甲明都明，原来放荡来真哩恐怖，袂输敢那虎，热气硬硬硬同款。即系讲五虎中牙舞妖来，秋风闭坐静无待，要去倒位走险？我住伫西平迄个厝边啦。咋没啦？好甲无成声啦！原因无别项，就是今日有在调六二色，明仔载有在调六二色，到甲明仔载二色无在调，甲人请的时阵，连母钱人要来讨，我无在调还。江上明珠岂不怀？对，左肩爱红掠去赌上。啊，这真认识书哦，因为老家庙的海音诗一首一首，拢在写以眼来所看台湾社会现实的过程。伊另外一首，伊家己嘛注解。讲我就是看到人在生又好一粒豆，甘愿死后伫咧拜猪头，所以我写一首七字四句的诗来表达。啊，这首五虎中牙舞妖来，这首嘛同款。这老家庙来台湾做官，亲目睭去看到，国清啊唔只会偏两句话讲，较早台湾的汉诗就是千丝万句写台湾，世情山水人性观。